三角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魔法师，后面还有一只，怎么会这么多？那我简直就是算被包围了嘛！采光吧，这边是我刚刚上去的路，应该，如果没有认错的话。等一下。怎么会是这么一回事嘞？看我刚刚走这条路嘛，我先看能不能捡回我的灵魂，然后我再回这边来测试，来看到底是怎样。反而是哎呦啊，我撤退不对，王房间不能撤退哦。哇，你看我这个灵魂就是打不赢只能损失。见了，哪天呢？在哪？
往这边走的话，往这边走是刚刚那边，我现在底下还没有捡完，我先下去捡东西。我们两只螃蟹不能互打一下。我刚刚有时候会变重了，啊，会不会是因为我到比较深的水，快变重了。这次好像，这边又是往哪里去？喝水，喝水，来两滴的。要丢飞刀也丢不到。螃蟹会来吗？哎呦哎呦哎呦，左这边左这边，帮我宰他们两个，帮我帮我，螃蟹帮我。帮我，不是都打我吗？过分！好，多钓一只，剩下棒子的。哎，螃蟹一点忙都帮不上，没用了螃蟹。
哦，那一次打死就没了，所以它只会出现一次的。那好啊，你也死了吗？去行棍吧。返回骨片。哇，这个桥还蛮壮观的。那应该是没路了，要走啊，走里面。萤火，这边算哪里？法兰要塞。这水不像刚刚是比较清澈的，哎呦，虽然会中毒哎，好犹豫啊，这该怎么办？看起来也是会有敌人的，过于。怎么突然冒出来了？这边有一整群，然后这个树上的东西让我有点觉得恶心。七色石，蟹形石碎片，好讨厌哦，那种恶心感，讨厌。腐败终止。天哪，你谁？你谁？你谁？是像刚刚那样很强的那种吗？感觉好像拿到不错的东西啊。
老者鱼镜，我都还没杀掉老者，就拿到他的鱼镜。应该快到了吧。重新拿到一颗，接下来再往前走。这只还是在玩，这是值得一试的好办法。打架喽！打架喽！你们两个打架喽！谁会赢嘞？傻逼！居然是你！居然是你！太令人吃惊了！而且你还一滴血都没损啊！你太强了吧！不怕火的样子啊！哎呦！我觉得这只好烦，我不想跟他打了。反正我已经杀过他了，我要撤退。太强了，后面那一只那么夸张了。
他到赢得了，而且一滴血都没损。我觉得他是我可以轻易挑战的对手。绕过那两只，再往后看看。跑够快啊，应该就不会跟来。救命啊！是怎样？坚持要打。很坚持，很坚持，这家伙很坚持，完全不愿意放弃。啊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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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强，啊，换路走吧。你早换睡嘞，一点都不好。看来看去那边好像还有东西，然后有鲑鱼群。免打。就把东西拿一拿，准备撤退好了。捡台球，哇，这边有点深，这样麻烦了，我中毒了，躲不掉啊。早会被毒死吧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又是什么？哦，还好这只鸟说很难对付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可以，才好多，好多，好多，等等，什么？遭到诅咒又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先跑到那个火堆看看好了。没有办法跑了，没有办法跑了。滚的会比较快一点。嗯哼，我现在来到了中间的高台上面。如果将火熄灭呢？哇，触发了什么东西？
我做了什么吗？好紧张啊！上面有房子，代表我可以过去的意思吗？当心墙底，应该是那个吧？看起来有够夸张啦，这么大一只。而且我还中毒，你看大只都不止一只吗？真的欸，好啦，打打看啊。哎呀，我怎么去碰火？哎呀，中毒好好伤哦。秒杀！我是漏了什么吗？为什么这里的人这么强？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、分享出去，订阅、记得收藏。